了，吃火锅就应该素颜。已经没有知觉了，你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还活着。卡拉斯基路，没加卡拉。我们这是我们点的是中辣，还不是最辣的，结果超级超级超级辣。妈，还有这么一大盆那个啥嘞？凉菜黄瓜，走开！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。不行，必须得吃。我不要竹荪，我不想要竹荪。那个菜能配了吗？怎么吃？你可以帮我把那个菜涮一下，用那个，就拿就水涮下去，都不用汤，就水。竹荪，快了。可怕的挑战，吃这个，吃这个，你吃了吗？没吃，那个不也辣吗？老好吃了，尝一口。吃四川火锅吗？就应该在那个澡堂里吃。你说怎么？就洗浴中心的休息室，不是澡堂，就是洗浴中心的休息室，不是又爽，也不怕出汗，也不怕妆花了。说得好对，是吧？走啊，我给我搬去，妹妹。
对，一边就是这是鲤鱼一边冲着一边啊，那你就有点疯狂了，这个我做不到，我天都黑了。哎，你知道你这样发型比较好看，嗯，快，咱俩可以一起这样。我们已经吃不动了，我已经吃得恍神了，给观众朋友一点反应好吗，朋友？ Hey boys and girls， 哎，像你平时上课那样，夸张一点，夸张一点，这是在外面啊，就是公开课的那种感觉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哎呀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，不要，人家表演害羞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吃播活动就到此结束吧，我们俩都吃不动了，我们俩只想瘫着了。嗯，赞美，拜拜。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